今天百名少年为了他们共同的音乐梦想，相约在加州，相约在旧金山湾区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就要请出参加本次音乐节三所学校的同学，以两首大合奏为今天的音乐节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。虽然他们生活在大洋的两岸，但是他们都在坚持着同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，或许他们自己都未必知晓，但他们每一次的演奏和练习，每一份小小的努力，都是在让中国灿烂瑰丽的民族音乐在世界得以继续和传承。我们为他们的努力感到欣慰。那现在呢，让我们为他们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而喝彩，而鼓掌。真是通过这次非常难得的音乐盛会，中美两国的百名小小少年们可以相聚在这里，共同奏响他们心中的歌。 At the end of the concert, we'll have the privilege to hear two songs played by all three school bands. It is going to be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for a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.